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，欢迎继续收看《末日列车100天》。上期呢，我们把这个火车的等级升到了5级，它的行驶速度还有耐久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不过在万圣惊魂夜那一天呀，我们是被僵尸给打败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研究一些比较牛的武器，就比如说这些科技武器。这个武器需要一些钻石还有钢锭，这个需要一些紫水晶碎片，我们没有，所以说只能做这把武器。这应该是一把枪吧，这把枪的子弹呢就是这个未来电池，需要两个钢锭还有一个青金石来合成，我们去找一下材料，把车厢里边的钻石、钢锭还有钢块全部带走。我们不能一味的升级火车的等级，我们现在的实力也需要提升，因为现在的天数越来越靠后，然后这些怪物也越来越厉害，我们必须要壮大自己的实力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属的这个近战武器，比如说这把开山刀，它的攻击高达12点，而我们钻石剑只有7点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。而且它这个材料呀也并不是特别贵，只需要两个铁锭还有三个钢锭就可以制作一把开山刀。还有一个棒槌，这个13点攻击力，这个更高吧。我们先来把枪做了吧，做上枪，然后做一些子弹，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个近战武器。兄弟们，这把枪的外观还是特别酷的，还有一个高倍镜，我们可以瞄准敌人然后射击，不过它的这个子弹还是比较贵的。我们再来做一把近战武器吧，因为我们现在钻石剑的耐久并不是很多了，而且钻石剑的威力是比较小的，而这个棒槌啊可以达到13点的攻击力，开山刀只有12点，那我们肯定要做这个棒槌，来吧，做一个。OK， 钢钉棒槌已就位，现在外边也是起雾了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钢钉棒槌怎么样，但是我感觉它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呀，好像这个棒槌不能使用横扫之刃吧，攻击力确实是高，但是它好像没有范围攻击，我们来找一个目标试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幸存者，来吧，就你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好像是有这个效果的，兄弟们，这边还有一个友好的幸存者。哎，算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来试一下这把枪吧，因为我们这个枪还没有试过，开劲儿，给你一枪，哇，一枪一个敌人，还不错。唯一不好的是这个子弹特别贵，需要两个钢锭还有一个青金石，至于其他的一些装备，比如说我们的胸甲、裤子还有鞋子，我们就先不做了吧，因为这些东西特别贵，都需要用到大量的钢块还有钢锭，我们就先不做了，等之后我们的资源更丰富一些再来做这些专属的防具。